过用豆腐练刀工，都唔知要练到几时。咩话？上次见到方典善做文思豆腐，后来又听讲豆腐宴上有158道豆腐菜式，佢就走火入魔啦，日日对住块豆腐，都唔知喺度做乜嘢。跟住过嚟。甜豆腐花，豆腐花点解会甜噶？会点下说话，系上食局整嘅。豆腐花点会系甜嘅咧？豆腐花点可能会系甜？入面究竟有啲乜嘢？会点下说话，喺入面有可能系落咗糖或者糖浆，亦都有可能系桂花。具体的奴婢都不知道，世间上为何会有人在豆腐花里面落糖啊？殿下有所不知，神的外祖母是荆州府人士，自细为神做的就是甜的豆腐花，特别香甜美味。这个不过，这里明明是一锅，为什么咸甜两种味道完全没有混合埋嘅？哦，奴婢亲眼所见，那个是一块将这个锅一分为二的铜片。铜片上查咗系咩咧？等奴婢问完之后再嚟回话吓。真系糊啦！豆腐花只可以咸嘅。哦。第一个忙我已经帮完了，你再帮多我一次啦。点解以前从未听你提起过嘅？你哋系喺宫外认识噶？既然心悦于佢，点解一直推我去啊？我升上掌事唔系好耐，俸禄有限，女儿家嘅金珠玉石、罗帕汗巾我都冇，嗰啲诗啊词啊我又唔识，点样表达情意啊？唯有煮一两道好口嘅膳食，尽下心意。你就帮埋我呢一次啦，子衿啊！我求下你啦，子衿，子衿啊！我一世都感激你啊，好冇？嗯？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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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子平，去啦！叫上食局今后唔可以再进甜豆腐花。系。殿下。这本书好像是梅大人要借的，他不记得拿，奴婢马上送过去。给我。整间屋都有阵甜腻的怪味，出去散心。是。梅大人。要点算？这些是上食局给你的膳典。哦，多谢。